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住我一齐歸依三宝，阿舍利全念。 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骑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 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尊；皈依达摩离欲尊；尊皈依增骑诸众尊；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尊。 皈依淡摩利欲中尊，皈依僧骑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九百八十八页最后一行睇起，结归当机受悔。 请睇经文，未落菩萨合掌白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家慈爱，悉度脱智。受佛重悔，不敢为失。 呢几句经文讲出佛陀无尽嘅慈悲，令人非常感动。我哋睇。 念老嘅注解，未落大事，心领佛诲，佛陀嘅教诲，故合掌敬谢，赞叹。 如来，下面嗰几句话意思好深。西人恶苦，记住前面佛同我哋讲嘅嗰个恶同苦，我哋而家见到啦。以前有。 冇咁严重，而家我哋读到呢部经，感受比以前深多啦。对佛陀感恩嘅心，亦不断咁喺度上升。边个同我哋讲嘅？ 除佛之外，听唔到呢种声音啦。恶系做恶，苦系果报，果报里面就系讲痛、笑。呢、这个恶就系前面讲嘅唔恶。 咁嚟嘅五痛五笑，弥勒菩萨呢句话非常肯定，如是甚深,深。 如是如是，连续讲两句。不辞无量，于如是之恶之人，含以平等大慈，悉度脱之。呢度。 我哋应该要学习嘅咁嘅恶人，用咩心态嚟对待？用平等大慈。 色道脱智一个都唔少，只要佢能老实听话真干，佛菩萨不舍一人做庄五亿十恶嘅恶人。 佛仲会平等慈悲道理，点解啊？你之所以做恶，前面讲嘅五恶、五痛、五笑，五恶系现前嘅造作。 十善业道经常讲嘅十恶五恶展开就係「十恶大乘经里面讲得好多新三口四二三十善业道经讲嘅。 身杀生偷渡邪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现代社会。 唔分老少，边个唔喺度做？细路仔喺度做，大人见到唔单止唔禁止，仲鼓励佢。 咁社会点能好？灾难咁多，自然灾害、地震、龙卷风。 海啸 <laughs>，时时听到，社会唔安定，真正系所谓嘅天灾人祸，冇一日。 唔发生，日日都有新闻报道，我哋已经习惯咗，就系冇谂下点解会有咁多灾难。古时候有，少啊。 灾害冇好似而家咁严重，只有佛菩萨见到啦。佢讲，佢劝我哋。 过咗世，三千年前就过世啦。为教仲留喺呢个世间，我哋仲能见到，而一生见唔到嘅人多太多啦。 得人生文佛法讲就易咯。古时候讲嘅人多，出家人讲经，在家居士亦讲经。 我佛法嘅经教系从李炳南老居士嗰度学嚟嘅。佢系在家居士，冇人讲经，佢发大慈悲心喺台中开讲。 三十八年，虽然一个星期讲一次，一次两个钟头，三十八年冇中断。喺台湾，只有佢一个人。 其他亦有几位点住下啫？大节日讲几日劲我听过最长嘅一个月，道贤老和尚讲金刚劲 一个月圆满，唔系日日讲。李老师虽然一个星期一次，三十八年冇中断，一个星期一次，点解唔日日讲？听众。 有嘢做，有应酬，冇办法每日嚟听，所以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日，点都要将嗰日时间抽出嚟去听劲，咁先系应记。 行善众生除起共得，希望大家听经唔间断，长年唔间断，好难得。老师往生啦，而家学生讲。 继承老师嘅事业，好难得，值得赞叹。经文里面恶苦呢两个字好重要，造作五恶。 十恶呢啲系人苦系果。前面讲嘅，唔痛唔笑，痛系讲言前。 面前痛苦，受好多折磨，事事唔会称心如意，烦恼习气断唔到，生活都好痛苦。后面仲有个更重嘅，唔笑。 烧前面同各位报告过，烧系地狱，包括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严格嚟讲，专讲地狱；展开嚟讲，三恶道用呢个字做代表。 严重啊！弥勒菩萨讲：如是如是，如佛所讲，佛讲得一啲都冇错。世人恶苦。 如是甚深，佛慈无量。于如是渐恶之人，渐恶就系我哋讲坏透啦，可恶至极。佛都用平等大慈，悉度脱之。 佛点解咁做？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凡夫唔知。用唔平等嘅心对待，欢喜对待圣人，厌恶对待嗰啲作恶嘅人，咁唔平等。 只有佛之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真嘅唔系假嘅。佢嘅如来德相去咗边度？迷咗，迷而不觉。 唔系冇，真有同佛冇差别，所以佛眼、菩萨眼睇一切众生都系诸佛如来，咁讲唔系假嘅。 从事上嚟讲，迷系一时，你总有一日会觉悟。觉悟就系诸佛如来。我唔将你现前前恶摆喺心度，我只见到你嘅清净法身。 只见到你无量嘅慈悲智慧，佢睇呢啲佛法平等，真平等呢种系成道，大慈大悲亦系成道，而且系。 圣德之中嘅第一德，佛有，一切众生都有，畜生亦有，我鬼亦有，地屋仲系有，冇失咗，只系迷而不觉。 学佛嘅人，第一个标准就系、是、求觉而不迷。点先觉而不迷？好似佛咁，近六近系六层境界，眼见色睇得清楚。 以文性听得清楚，唔摆喺心度，呢啲我哋唔懂啦。点解冇摆喺心度？因为你而家用嘅心系假嘅，唔系真心。真心点呢？真心冇善恶。 真心唔系物质，真心亦唔系意识，意识系妄心，物质系假相，唔系真嘅。只有佛眼、菩萨眼。 见到佢嘅真相，物质现象刹那生灭。波野经常讲得好：，一切法指嘅系物质现象，仲包括精神现象。一切法无所有，不境空，不可得。 不可得，时时摆喺心度，心就迷啦。真心唔见咗啦。实际上真心喺度，真心系清净，冇被染污过。 六根嘅根性系真心，六根嘅现象系假嘅。六根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意识、学法呢啲概念，比乜嘢都重要。 我哋点解放唔下？起心动念做业，言语做业，行为做业，能唔做咩？阿罗汉开始唔做啦。 未正得阿罗汉做修行人，特别系佛弟子做得比较轻，做嘅时候自己知道，知道点解仲做习戏习戏好难改。 唔容易断到，无量劫养成嘅，话唔定几时佢就冒出嚟啦，揿都揿唔住，起心动念系意喺度做业。 分别执着系第六意识、第七末拿识喺度造业，阿耶是那耶系仓库，将嗰啲业。 通通储藏喺佢里头，实际上都是假的都唔是真的到你转白色成四字嗰个时候，恍然大悟，明白咗，真放下啦。 喺大成教里面咩地位？法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呢种系真实嘅成就。我哋喺经典上见到。 做唔到？点解做唔到？头先讲嘅习气放唔下，只要有习气，你就喺迷，而唔系喺觉。阿罗汉。 放下执着，算系小份嘅过误。佢仲要修定，仲要放下，放下分别。唔单止唔执着啦，分别冇埋，经常讲嘅。 平等大慈露出嚟啦，起作用啦。修学佛法，如果唔会将经教落实变成自己嘅生活行为，咁都系假嘅，唔系真嘅。 儒家同我哋讲，修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呢啲都系讲你修学嘅层次。后头有笃行，笃行就系咩？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用上了咁先系真嘅，唔系假嘅。全用上了圣人；大半都用上了贤人；小份用上係辟之佛同阿罗汉，未用上六道凡夫。 咁嚟分法，我哋而家咩地位六道凡夫，未用上，点用？佛教我哋见识。 唔比识，又话识你睇得清楚，如如不动，知道佢当体即空了不可得真相。嗰种真相，而家量子力学家见到啦。 我哋未见到量子力学家见到啦，佢仲系放唔下，放唔下。我哋知道烦恼习气唔容易断，断咗烦恼习气先正果。阿罗汉放下执着，佢仲有分别。 菩萨放下分别，正菩萨果位，菩萨能将无此无名放下，就成佛啦。大成经常讲嘅。 佛法里头修行用功，唔<行>出看破放下，真能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佛门了真入门唔系假嘅，真嘅系释迦嘅弟子，功夫完全喺。 独行，完全喺放下，等个菩萨放下最后一品，身相无名，就成佛啦。究竟圆满，大功告成。 讲就容易，做起嚟太难啦。唔使讲咁多，一样都放唔下。才色名食睡。大成经里面佛讲。 呢五个系地狱五条根，我哋对住外面嘅五层境界，见到、听到、接触到，起心动念，起咩心？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一般凡夫都有。嗰、那个疑系乜嘢？疑系佛门弟子，经佢搞清楚、搞明白啦，跟同境界接触。 佢因为有疑，所以佢放唔下。因为放唔下而慢慢就加深，所以学完冇第养，学完就要放下。中门表演得好。 禅重放下到一发不立，唔准你有个念头动。念头起嚟啦，念头动啦，说明冇放下。放下嘅人冇念头，冇念头嘅人叫得定。 得三昧啦！我哋修净土嘅人叫念佛三昧，学天台嘅人叫法华三昧，学禅守嘅人叫华严三昧，得定啦，定有用。 定到一定嘅时候开悟啦。我哋再睇住解，未立大事，乃本经菩萨众之当记，故能心明本经地奥。 释迦牟尼佛讲呢部经，边个真正懂？要好似弥勒菩萨咁嘅人听得懂。我哋话我哋亦能懂，我哋只能懂得几分。 太少了呢句话点讲？未用上，咁就系太少了如果懂得多，真用上了点啊？不竭愈乎发起充满，真用上了发起充满。我哋而家发起。 冇生起嚟，唔好话充满，一分两分都未生起嚟，日子觉得仲系咁苦恼，每日仍然系迷惑颠倒。 学咗法，琴日系咁，今日仲系咁，旧年系咁，今年仲系咁，冇改啊！咁叫咩啊？功夫唔得力。 点解唔得力？经文未真正理解，真正明白，真正清楚喇。唔同嘅。从边度睇？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睇，佢唔同喇。心 一日比一日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真有进步。清净心生发喜，欢喜，你觉得幸福快乐？ 我哋发起冇缘前咩原因？经听完体会唔到，能体会到就有少份嘅发起，跟住你对经教嘅深入。 发起越嚟越多，越嚟越深，咁先系我哋学佛真正有所得，得嘅系发起充满，对环境呢、這个大千世界，逐渐逐渐。 明白啦，逐渐逐渐远离啦。点解啊？佢系假嘅，确确实实能唔将佢摆喺心度。我哋烦恼习气、业障非常深重。老老实实咁讲，只有净土法门、信愿前明，能帮助我哋。 除呢一法之外，冇任何法门，我哋能得真实利益。我喺呢度讲真话，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我哋一生都唔会成就。除净土之外。 所以呢一门系佛无尽嘅慈悲，无量寿经系佛陀在世多次宣讲，点知多次啊？梵文经典传嚟中国，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 而家只剩翻五种，七种失传咗啦。五种版本仔细对照下唔同，咁就系、是、佛每次讲并唔完全相同，所以就证明呢部经。 系佛多次宣讲，传嚟中国嘅梵文版本好多，多次翻译嗰啲古代德同我哋讲。 如果唔系多次宣讲，冇可能有呢种情形。点解要多次宣讲？娑婆世界，我哋地球上嘅居民遇到佛法，遇到呢个法门，绝对得到。 喺一切经里头，嗰部大藏经只有呢一种，同呢一种同等同样嘅《阿弥陀经》，仲有个《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嘅《往生论》，三经一论专修净土。 你又唔有成就？呢度系讲对自恶之人，都以平等大慈。 释道脱之意思就系讲释皆道脱也敬重决正极果品呢本系无量寿经第二十二品，我哋而家读到三十七品。 二十二品里头有咁嘅一句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罪。」 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善根，真有善根，冇善根。 你就不会选择这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大善根，你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听到这个法门生感恩的心，我得到了我有救了 第啲快门呢一生唔会成就，呢、這个快门呢一生绝对成就，咁仲得了嘅？底下嗰两句话重要：若以生，若当生，生乜嘢？生。 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有，生呢个心唔怀疑啦。第二个生起，我绝对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呢、這个系原心，我愿意去。 我除咗嗰度之外，其他边度我都唔想去，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念呢句阿弥陀佛，就系、是、念极乐世界。好似海贤老和尚讲，从早到晚呢一句佛号未曾丢失。 一句跟住一句，佢做到啦。我哋时时念，时时忘记，咁唔得。咁生嘅根唔稳，生嘅根稳，一句一句唔会忘生就有把握往生啦。 生到极乐世界，绝对正登无上菩提，就成佛啦。阿留多乐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呢句是表现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 将来当生世放，且于当前以住正定之罪。呢句话讲得好，难得，太难得了等于我哋发心，发呢一句同我哋做印证。 证明你嘅心系真实嘅，你嘅愿亦系真实嘅。往生极乐世界呢件事情千真万确，唔系假嘅。下面念到又句「阿弥陀经》嘅一句话：若有人。 以发源、今发源、当发源、欲生阿弥陀佛国者。呢度里头发源」呢两个字重要，发源」系我真想去十方一切诸佛擦土。 我唔想去，我只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我哋呢部经第六品里面讲嘅，佢接人。 念佛发愿嘅人，发愿求生，一个都唔漏，一定嚟接人。我哋信心要定，专唔动摇。 绝唔退转，绝唔忘失，唔好忘记每日早晚课，发愿求生，养成习惯，二十四小时之中，求生净土呢个念头。 念念不舍，念念未曾丢失，嗰、那个人必定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常有句话讲：，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系大彻大悟。呢句话可以翻成中国字，冇翻，仲用音译叫尊重唔翻。三菩提翻做正觉。 三秒翻做正等阿耨多罗翻做无上无上正等正果就是佛所证得嘅，比菩萨高。菩萨所证得嘅是三藐三菩提，菩萨所证嘅。 阿罗汉所正得嘅系三菩提，呢、這个三唔系数字，系音。佢嘅意思系正菩提系觉，就系、是、正觉。三妙系正等，阿耨多罗系无上，无上正等正觉，佛正得嘅。 咁就成佛啦！是表目前发愿往生之人，识不退转于菩提，故云释皆道脱。未台要解讲得更好。 某一大师讲嘅，不论自心、善心，自心是一心专念，念呢句佛号冇妄想、冇杂念，叫自心；念呢句佛号有杂念、有妄想，叫善心。或是有心，或是无心，或是能理解。 或是不理解咁都冇所谓，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呢部经嘅全名《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國境，仲有个庄严。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不竟因斯道脱。呢一经于耳，就忘记咗。冇错，你系忘记咗，忘记咗系乜嘢？系你烦恼。 实际上，阿奶爷室里头已入去啦，已经入咗档案，嗰、那个档案喺里面，无量劫之后佢都唔会丢失，所以一经于耳。 千万劫后，不竟因师度脱。某一大师同我哋讲：渔民逃独古远近皆丧；食少金降，决定不笑。就是举呢两个例子嚟算命。 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唔会消失嘅。亦正是释度脱之之子，未立大事，末后若受罚，重悔，不敢。 为失，此乃对现在当来一切含灵而言，这也故我等今日皆当如大事所云，不敢为失，又旁制清药净土至善之地。呢句话讲得好啊！ 求生净土，乃止于至善之功。不入净土之门，善不可得而圆，恶不可得而尽。只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造嘅罪业都消尽啦，功德都圆满啦，点能唔去？ 所以，普劝大众要发大心求生净土，就啱啦。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经，越到后面越嚟越恳切，越嚟劝导意念。 越深，我哋如果能接受，边有唔往生做法嘅道理噶？绝对唔好贪恋世间，贪恋世间要受轮回之苦，轮回之苦受唔尽，唔知唔得噶。 好，我哋今日就学习到呢度。